错了。我们今天呢，要来测测看哪一种运动会让你的心率比较快的提升。因为有听说你要减肥的话，心率是130到150之间比较会去的。你的状态是舒缓轻松，心率是70。那我们现在呢，首先是跑步，我们先测，我们跑步10分钟，刚才心率是71。那跑完10分钟看会变多少？好，现在速度是5，加油加油，5.5，哎 ，Rita 加油！有感觉心脏变快吗？很喘，很喘吗？对，没有，看不出来。谢谢。感觉很正常。3、2、1 ，OK OK OK。132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试试看跳。好，我们现在心率回到75。那我们开始做跳绳。一个。强强强！哦，你很会跳哎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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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够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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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3、2、1，走！跳绳是75道，多跑呢 ？Nice， 1、2期也还不错，可能再跑一下就可以到130、140。快点！好，再跳一下。好，我们这里留个15、10分钟。差不多。游完泳了，大约游了10分钟左右。哎呀，喘不喘？还行。很累。很累哦，真的真的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看心率是多少。变了。哦，很高哎，143耶！怎么那么快啊？吓死我了！151，你在151吗？对。好了，我们测出来的结果是游泳会让你的心跳飙最快。每个人看体质不同，所以你只要要打量燃脂燃到爆炸的话，最快应该你是做游泳。对。有吗？有很乖吗？有啦。等一下，我们已经在 Single 上面帮你找到一个男生，他马上就会到现场了。好。他是穿就是这样子，蛮推荐用的。我在上面呢已经找到面的真实一个会员。没有那个酒，好，你要不要展现你的才艺给他看？什么才艺？你不是很会跳舞？好了啦，可以可以可以吗？我来兴趣是跳舞，有吗？有很乖吗？有啦有啦，好好，我们去接他。我刚过来就看到你。Let's go, let's go。 大家，这个是大木拔柳，是靠中药汤，还有运动和睡觉。对，所以多睡觉很重要。未来有什么梦想？当健身房教练。你现在已经是啦，实习而已。你已经在你梦想的道路上。那大木是喜欢高的女生，今天来的女生170。那大木用 single 多久？没有很久，我是看到你的那个配对，然后我就下载。那你使用起来感觉？交友广泛，然后是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女生，然后蛮好聊的。人很多，会很多了。蛮多。你用 single 有没有一个礼拜？有超过，超过。好，那我们来见面。哇，这是超高大的交叉，你们差了一颗头。我右手边送香香 Mizuki， 那目前是模特。那在我左手边呢，是我们的大木博士。那目前全职是健身房实习教练嘛？那我现在数到3，你们转过来面对面先握手，准备好了没？1、2、3。握手，他是大木博士。你好，大木博士是那个神奇宝贝里面的。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我只知道那个正电拍拍。你不够中二。正电拍拍是什么？你才不够中二。我不够中二。有够高吗？有够高。他喜欢高的女生。
很高很高。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他？啊，你喜欢吃什么？不挑食。那你喜欢吃什么？铁板烧。大埔铁板烧。这附近就有一家。这附近有一家哦、喔，那你也喜欢吗？就是都不挑啊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哈哈有空继续吃，大埔很好吃，而且 CP 值很高。对， CP 值很高，家里的味道很好。你是什么星座？天秤。那你是什么星座？处女座。这个月生日，前天生日，大前天。生日快乐！谢谢。你住哪里啊？我住台中，是上来读书这边的事情。哦，所以现在都在台北哦。对，在国巨的。哦，健身房。等一下有空填资料。啊，不是。参观。哦。如果你有空，你有在？他要去健身。是吗？他要去他的健身房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没关系，总有一天合约会到的。哎呀，到了就看你的诚意，要不要换家？这样也很好啊。未来想干嘛？当健身房教练。很薄对，每天努力都在吃，都在动，好，多吃一点呐。你看起来不薄哎。对啊，我该有的都有了吧。有，多吃铁板烧就可以这样。可以可以，那你们要交换一下联络资料 ，IG 或者什么都可以。你的账号是？好，我已经追踪他了。好了，壁咚186支壁。啊，十秒十秒，看眼睛看眼睛。你干嘛？我看一下他的眼睛。十秒，准备好了没？来，一共十。一，可以。可以。可以，怎么样？还不错，还不错，恋爱的感觉啦。好了好了，我们要来打分数，你先给好了，走。好，怎么样？整体看完，蛮大方，个性蛮好，蛮不错。请打分吗？现在是，现在先 give me five。哦，我看不懂他一直这样子。满分是十分，你会给他几分？8.5分。哦，蛮好的，蛮好的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因为他讲话感觉有点活在自己世界，很好，好玩，好玩的感觉。对，能逗乐。对对，要换健身房的时候会不会联络他？会啊。哦，可以可以，我去问他。只有第一印象来讲的话，你会给他几分？1到10分。9.5。很高哎，为什么会给9.5了？身高过高啊，然后也有在健身，因为我喜欢会运动的女生。很棒，太好了。怎么了？没有啊，他给的好高哦，9.5。真的、哦？真的。怎么没给我10分？不要啦，已经很高了。那我们现在呢？我们来说一个很简单的问：爱的 give me five， 你会不会？我教你，我教你这样子。爱的 give me five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拍张照，拍张照，拍。